报告啊，中国人经常会这么说。表面上它就是这一块面积。大家好，我是浙传新闻学院一新闻学系的范思义，目前在中国新闻社任视频记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浙江传媒学院09广播电视新闻学毕业生董静，欢迎大家继续支持《奇葩说》系列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信出版集团策划编辑杨爽，更是浙江传媒学院编辑出版学一二届的毕业生，欢迎大家报考浙江传媒学院。